Why not? Keep introducing. 今天是我在所罗门霍尼亚拉的第一天，有朋友介绍我到这个酒店的 mini market， 就是像赶集一样的地方，来看一看。Good afternoon. Found that I'm very funny. 这个 mini market 是当地华人妇女协会办的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组织了中医义诊，搞慈善晚会，教当地人中文等等。当地人的生活还是很丰富、很惬意的。经常有朋友在网上问，所罗门群岛到底安不安全？其实白天走在霍尼亚拉的街上，我没有一丝的紧张。来这里之前，周边国家的好几个朋友都曾提醒我注意安全。来了之后，我觉得至少在霍尼亚拉，当地人总体还是蛮好的。如果你主动跟他们讲话，你一定会收到热情的回复。